下一关，藏匿码头。话说，女巫走了。难道你是我读书啊？你看，我都猜出来了，读书呀。好，在这边你按物品栏啊，物品栏我默认应该是 B。这样的话，你能看到这些最上面不是有这些怪嘛，是吧？这些怪物我们的相关技术，比如说他们的弱点是什么？比如说重型兽人，兽人他们的弱点是奥数与元素伤害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看这个，哦，这是下雨的这地是什方么哈。情况？哦，这个我能跳下去吗？哦，我能跳下去。那这掉到这边的话呢？啊，死了。死了会有什么惩罚？反正这边你着急的话，你可以这么跳下去。跳不好就会死啊！所以这边也是两边是两边，在这边汇集在一起。就这边有个门。到时候这边也可以稍微做一些防御啊。但这边虽然在这边汇集，但是离这个最终这个地方太近了哈。我就哦，天哪！可以在这块儿来回观察两边哈。这个有点像那个，就是以前有个游戏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像不像？咱这先装那个重力陷阱吧。重力陷阱找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。那我现在是装我的地刺了哈。所以重力陷阱啊，这是没有高的地方。我先看看我们的城堡点在哪儿。没有高的地方，重力陷阱这会儿可能用处不大，还是那个剑。先在这儿建一我们先可着一边防御吧，这没法在那个他们汇集的通道上做文章了，那个太短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在这边放一些那个焦油。No better place than this。放这，在这放焦油啊，对，在前面，在前面这个，一个就没钱了，等我卖两个陷阱吧。我感觉放中间补一下中间就行，差不多，兽人不会往贴着最右边走的感觉。那先这么先试上试吧，打一关吧，有点迷路，这里面。开始了，Enemies are preparing to breach one of our gates. The door is down. 哦，他们也会打你吗？要躲哈，我知道。或者让陷阱对付他们也行。所以打的时候可以的话，优先打那个射箭的哈。我这个好像杀兽，跑题做了。是不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了？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这边。这边还是一样，像刚刚那么建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。行，刚刚那个思路，我在这建焦油，我在哪放焦油的？在这儿，在这一侧，再放一个，最远端感觉用不着，可以省一个。那我在哪放点地刺呢？我啊，观察观察稍微。这块这通路太宽了，兽人会从这两个地方它都通过哈。对呀，就不知道该放哪。所以这种地方不太适合放陷阱，还在这种窄的地方啊。在这块放比较合适吧。你看这个时候就存在，像这种地方就你就只能全部都堵上啊，三排或者是，这样，好，来吧，不要想太多，
凭感觉来。那那那那，女巫也走了，英雄也走了，咱俩。哇，你那个爆炸好厉害！嗯，但是就是我得掌握好节奏。哦，对哦，对。搞定。嗯，是不是冲两边都来了？这下，嗯，啊，两边都来，我们得分头。行，那我防这边。啊、嗯，行。然后再补加强一下吧。你这边再放，这边再放一圈地刺吧。行。我再放一个焦油，然后再放地刺哈。嗯。我还可以放焦油，我还可以放一个焦油，或者是两个地刺。也是在这个拐弯上，我站的这个地方，感觉性价比比较高。然后这儿再放一个，还是在这儿放个焦油。你这接下来你看着办，我感觉差不多。嗯，我去你那边也再放一个箭塔，你那边是哪儿啊？迷路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开始了。我迷路了，等一下啊。哦，这儿。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。感觉待会儿从这个中间这个大门也会可能会过来。小了，有小了过去了。我这边现在还暂时没有。小的去哪了？小的又跑进去，有没有落网之鱼啊？我在前面就是塔附近放了一个。哦，我去我那边看一下。嗯嗯，你去吧，我这边行，我自己行。我这边还。哎，我这是到哪了？我也刚刚迷路，天哪！我这边也开始来了。嗯，哦，他两边不同时来，还是给了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嗯、我去你那边了。我好了，我这边完事。不是啊，这好多呀。啊、是吗？好。嗯。哎呀，我死了。啊死？嗯，我这边有射手，我复活没事。有什么惩罚呢？嗯，不知道。那没什么惩罚，就是得再跑一遍吧。钱少了什么的？补强。嗯嗯嗯，就是你一半你可以在这放，然后另一半可以跑到我那边去放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去你那边放一下啊。行，然后你就在那打吧。行。啊，这个钱是共享的呀，是吗？嗯。好、啊，你那边来了。嗯。哎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。嗯，小的。哎，这边也开始来了，你在那边守住哈。嗯、哦，好，我守这边了。去你那边帮忙哈！不，守住你那边，我这边现在没有。
万一来了，我再这边，回头看，我能回头看。对对。我在这儿。好好，有喘息的机会。哦。接下来是接下来还是从两边来？嗯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刚刚适当的放在这个统一的这个路口啊？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从中间。摔死了，摔死了。那这边只能放地刺，嗯，你就在这边放一。我跟着兽人的影子去找他去。我就在那边布满地刺吧，就这块我地上我都布满地刺。放在前面这块，尽量往这边这么集中。好。比如说这个，你可以这么放嘛，是不是？我放看到了没？这，比起这么放，你在。这两边这么放，就是放那种金字塔形。不，金字塔形吗？就这么放嘛，我你看到我放的没？就这么放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需要放好几排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样比起你放在这儿更有效啊，有效率。这样，天哪，这不金字塔形吗？这么放不行吗？这么放不行吗？我刚才那样不也可以吗？这不也行吗？好吧，再放一个，然后在这块放不了，你在这儿。剩下在前面投资。好。啊，剩下的先攒着钱吧，我怕从中间这边。最后一波的。是最后一波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波次吗？最后一波了，行行行，干嘛把钱留着呀？不花光。All right, let's go。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，那我就把钱都堆在这儿了。你随便啊。你这个剑墙放的我，啊，兄弟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回去守备去。啊，我应该把这个剑墙放在啊这儿，因为弓箭手们会停留在这儿嘛，他们停留在这儿射。你那边我也去调整一下。把这个放在这儿，这样那些弓箭手就站在这儿，他们就被这个箭射死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嗯嗯，我开始了，我在这边，你在对面。嗯，开始。I'm good. More enemies on the way. OK， 你边先开始，你那边。嗯，我这边就开始了。对，你就这么时不时的往这边扔几颗，因为你那个因为你那个一颗也是杀伤力巨大。嗯。我去看一下我那边。嗯。我去看一下里面，来，你去吃个血去。哦，我这边也来了。我在这边打呢。好，我这边，哦，天哪，这边也来。这边结束了，我去这边。哦，这边也来了，哈哈，好忙啊！嗯。啊，他们会把我的这个炸弹踢回来啊？是吗？嗯。不知道里头有没有进去的呀？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我看到的话，我可以跳过去。还有一波，最后一波。是从哪来？两边都有吧。嗯。来，陷阱都别浪费，全都用。建议你那边加强了吗？我
加强了两个，我在这边再加强几个。不不不，我这边我也加强了，我就你那边没加强的，我打算过去给你加强。我这边还有钱。我这边有钱，咱俩钱是共享的吧？嗯。哦，这边来了。这边也来了。哦，没冲进去。嗯。哎呀，那边有一个骨头，那你去追吧。晚了晚了。我去那边。结束了吧？嗯。啊，我这边又来了吗？没有，前头还有是不是？我这边稍微啊，好了，哦，结束了。啊，有三，我们漏掉了三个啊、嗯哦！你看，两个人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漏掉三个，然后得更经济的安排一下。嗯、不太习惯吗？还是？那、啊、这会儿你比我打得好啊！我还是我比你打得好，我加了八个骷髅。路障啊，路障这个哦，路。这样可以让他们走迷宫啊什么的，就像死亡之夜里面我说的宽的路，我们可以给它强行变成窄路。对对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去升级。啊，但他有耐久哈。嗯，那路障我们可以升个级啊。嗯。路障我来升吧。行。嗯。激活九次视频，这玩意怎么激活呀？嗯，这东西怎么激活也不知道。你按快捷键就激活了。哦，继续的。嗯嗯。嘟嘟嘟，这什么？咚咚 啊, 啊, 啊！不让他往上走，嗯、就可以把两股敌人合成一股了呗。对对对对、啊嗯。哦，这个思路不错耶。但有的敌人应该